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强。今天 NBA 常规赛迎来一场万众瞩目的焦点对决，篮网奔赴客场挑战骑士。此役篮网后场大将欧文在缺席多场比赛之后，迎来复出篮网三巨头，首度合体。此役欧文眼将首发出战，根据纳神透露没有出场时间限制比赛，刚一开场装神面框抛投先声夺人，加速对抗上篮，再中欧文乏力转身跳投美如画，格林罚球线中投也进，格林底角三分手起刀落，暂停回来南斯抢断飞身扣篮，杜兰特干拔中距离稳稳命中哈登基地妙传，小乔丹跟进双臂灌篮，奥科罗变相过掉欧文，轻松暴扣欧文弧顶三分，一箭穿心哈登高抛妙传，小乔丹空接吃饼，哈登再传欧文空切左手上篮得分，哈里斯替补上来底角三分百步穿杨，小南斯背身硬凿单臂勾手精准落袋塞，克斯顿自投自抢补篮命中，奥斯曼弧顶位置标中高难度三加一。首节比赛篮网出现七次失误，以23-28落后骑士，次节回来阿伦篮下二次进攻得分，阿杜一条龙上篮打中二加一止血，杜兰特控位三分甩居正中标靶，欧文借掩护跳投命中，杜兰特助攻格林定点三分利刃出鞘，奥斯曼底角三分回应 answer ball， 小乔丹空接再送背扣暂停回来，欧文干拔中距离再进，德拉蒙德强打小乔丹再中 INT， 杜兰特反击跨步挑篮得手，欧文罚球线跳投稳健终结，塞克斯顿空中漫步拉杆躲过哈登压哨上篮命中，半场战霸骑士51-49领先篮网。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斯三分抬手就近，小乔丹内线打成二加一，哈登撤步三分终于开张，奥斯曼底角三分弹五局发，欧文分球格林底角三分还以颜色，塞克斯顿一步过掉欧文单手上篮入樽，奥斯曼挡拆给到庄神跳步双臂挂框重扣庄神和小乔丹护送，护送空接炸扣哈登自投自抢单臂补篮得分，欧文过人上篮得分，多特森无人防守三分长虹贯日，佩里篮下补篮得分，杜兰特高抛打板上篮也有不过奥科罗底角三分加，多特森急停中距离无解落袋，哈登弧顶三分鹰击长空，杜兰特突入禁区单臂暴扣三节篮网78-87落后骑士进入末节大决战，阿伦面对老东家在禁区施展各种得分手段，杜兰特回来追身三分球进，少翔普林斯定点三分百步穿杨，哈登加长撤步三分精确制导，哈登再传底角欧文三分撕裂篮网，杜兰特由七区急停中投再进南斯三分线外，张弓搭建阿伦抛投得分，杜兰特飘移中投也来，哈里斯补篮命中扳平双方113-113进入加时加时赛，上来欧文三分先拔头筹，杜兰特垫步跳投球进，少抢南斯关键三分扳平格林大心脏三分再次领先，奥斯曼上篮再中两分，哈登两罚全中再次领先三分，幸顿空中补篮还有阿杜两罚全中再次领先三分，幸顿三分延时欧文再次扳平，杜兰特三分不中比赛进入第二个加时，第二个加时开始塞克斯顿弧顶三分张手命中，尽管两罚全铁但是他回过来三分再次穿针强突欧文急停跳投还有换防单挑，杜兰特三分划破穹顶单挑欧文三分再进杀疯了助攻，普林斯底角三分彻底杀死比赛，最终全场战霸骑士以147-135双加时逆转篮网，此役塞克斯顿砍下42分。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